Non mi piace.欢迎大哥们。做事都不靠谱。你吃点东西啊，我做饭呢。啊？不是。你不是要回来吃吗？欢迎大哥们。每一个做事靠谱的呀，反正这边都是只要请，不管请人什么做什么，要跟着要看着，不然那么搞不好我去那个。你关键家里那个上面看，他也说肯，他也说搞得好啊，不是说上面看好的，看他要是没看好，钱我都不会给别人。肯定啊，还说什么看好了，弄得挺好的。不知道他怎么，我看了哪天看到问，又问他一下，我看了怎么回答，又不是没给他钱是吧？上去。看了阿卡住的。我说那个男的呀，叫他上去看，又不是没给他钱。怎么样就说怎么样啊，说看好了。没看好就没看好吧。还是个坑货，说要哥交，把交际给了哥，那又说哥不过来，也是个坑货。东下西了，这是。今天跑去医院检查去了。那个树等着枯掉要多久了？那个我不确定呢。可能很高吗？你也不是很高吧？他说有的地方砍得很高，有的地方砍那个高的，有的砍没砍断那种，砍下来的那个要路那个路，他要拿掉都拿不掉，还粘着那个地方，他这么说。
灾情呢，去搞一下，怎么搞？哎呀，灾情行不是搞，还是要去，你先去看看是怎么弄，难不难？那个搞出那个拿走，你让他们去看的话，他们觉得哦那个很难，怎么搞怎么搞。如果跟你说很炸的高了，你不去看的话，所以要去看，去看一下那个好不好拿掉，然后多少。这里叫妈去看，他现在应该没钱了。早上去搞呗。你舅妈现在应该没钱了。没有了，今天不是跑过来这边吗？啊，他昨天来了，他说，哎，你生小了，他说又造，他说我生了小了，造都又来跟着我们。我说啊，都跟着我有什么用啊？我说我要人的话，肯定要你的，能帮我带小孩的，啊，都拿带来干嘛？我说他说那他来呀、啊，他说他来帮忙，我说反正没事，他说割招也没割了，也地什么都没种。他跟我说昨天叫他来干嘛？混饭吃。就是想混来混饭的呗，没地方去了，想到这边好的呗。昨天考过来这边。来不了几天要跑了。他昨天跟我说啊，我生了完了。啊，都又咋都也跟着我们吼，我知道都跟着我们也吃一会儿，每次都是大哥们给钱是吧？你那时候也给那么多，你有米吃啊？我们是有钱用的时候就只管快活，用完了就是开始发愁。嗯，挣不到钱了发愁了，来过来我们这边发愁了。阿爸，明天也还来约我们了啊？怎么了吧？没铺呢，没铺住，没铺住，卡住。